知名服装品牌日前邀请来歌手张轩、小雨和方大同等人举办大型联合演唱会，张轩和小雨轮番上阵，现场歌迷是听得如痴如醉。上了台，歌唱实力几乎没有受到影响，再掀起另外一波高潮。我几天前在湖南做音乐节，然后跟就是一些乐手朋友回来，大家都病了，然后所以今天唱歌还是会唱，但是讲话还是会比较有点沙哑的声音。对，视频娱乐台北报道，上网。